大家好，欢迎收看《勇者斗恶龙：创世小玩家建造者》的游戏实况，我是莫寒。那么这集的话，我们还是要做接下来的这几个任务啊，哪个任务来着？忘记了。就是要守那一个，守一波怪。我们先睡个觉，然后直接开打吧，反正晚上嘛，对吧？然后我把这个持有物品给放掉它。把这些东西存掉。有没有什么吃的药啊？药膏拿出来。我什么时候把药膏给存？我们叫起这个大胡子。罗龙多，不得了了！看来他们好吧。来吧，我做好准备了。感觉我们这个钢之守护要被拆啊！迎战龙王军，龙王军呢？会在那边吧？来了来了来了！我现在不敢下去啊，下去就是死啊！龙王军来袭了，他们要拆我这个塔吗？他们赢过了，你们好。铁蝎子，反正我不下去了，反正下面也拆不掉什么东西。这个门应该可以会被拆掉，门也拆不掉，门也拆不掉。除了那个，我记得那个巨人啊，这个巨人，也不是这个巨人嘛，颜色比较深的这个巨人可以拆房子。哎，他晕掉了。这个巨人有点恶心。速度比较长，正好挨着眼。钢剑。你们别出来啊！我去，这个喷火的东西不太好对付，烧到自己人了。烧到我了，打倒了。这就是所有的怪物吗？好吧，尖刺被撞掉了。好，绿的门，我又升级了。我先把门修一下。尖刺。因此不靠谱啊，要烧自己人啊。这个火焰好像我觉得伤害不高。好样的，走喽。这个锁链有啥用啊？锁链没啥用，我还拆了点树。绿门，我们把门放出去。现在有三个门了，对吧？好的，咚，可以前往新的这个新的地点的门打开了。哇，真是惊讶呀！只有一个人有任务，就这个家伙祥太。莫寒，太好了，你帮大家解决了那些怪物，这太了不起了！你还得到了新的旅途之门。洛西也跟我说了歼灭罗麦德基德士兵果然是巨象兵这么说来就不会错了，支配这个罗麦尔基德的怪物正是保护这块地的巨象兵。莫寒终于一介流浪行者的我好吧，你想干嘛？发明家可以制造魔法炸弹，这种东西的制作方法，有这颗魔法炸弹，相信能注定到来这个巨象兵战役上使用到。这个好绕口啊，我觉得。他直接说能在那个和巨象兵战斗的时候可以使用到这个东西就好了。魔法炸弹。接下来有什么任务吗？好吧，我们需要材料看看。
魔法炸弹需要用到什么材料？我发现锤子快爆了啊！用台低级锤。魔法炸弹，炸弹石三颗。那铁块对吧？我们多弄点铁块。好，不干了，饱食度快没了。烤香菇吃吃。吃个药膏。绿世界，炸裂室，这里肯定给一个那个珠子。开启，我能把这个凿了吗？哎，这个兔子，钢之剑。哎呦，这个兔子好像很强啊！哎呀，这个兔子好强啊！优质毛皮啊，怪不得比那个兔子强。哦，终于可以换衣服了。那个是什么呀？我去，这是龙龙爷吗？这是龙龙爷吗？又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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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龙龙爷吗？我在想，怎么这边有只睡觉的，我没看到的吗？特，哇，自爆了！哇，这个材料输了，他爆了是不是拿不到那个东西？你能拿锤子砸吗？别把门给砸了！哇，怎么那么多啊？这东西。别把我这边门炸了，把引过去炸怪呗。是不是打这个怪掉的？哦，看到了，那个是什么石头？这是啥石头？炸裂石吗？找不动，黑色岩。要打这个，还是打这个石头怪掉那个炸裂石啊？我这里怪攻击力好高啊！呦，这里怪攻击力真的好高，我扛不住啊！呦，这个冲刺距离那么远。要死要死要死！呜，奇美拉吗？我总觉得这游戏攻击距离不够啊，总觉得这游戏攻击距离好近。你看这个剑。剑说了等于没用的，攻击距离太紧了。哎呀，你还顶我？这么溜？奇美拉是从哪滑下来的？山上面？绿啊，那个炸弹炸裂石呢？炸裂石不见了，爆炸了吗？我还在那边。那炸裂石不是刚刚有三个吗？炸了呀！死！救命啊！救命啊！我等会会炸吗？哇！
我拿到炸裂石了。哎呀，我好难打这家伙。真心有点难打。这怎么打？这个这里怪太强了，好吗？哎呦，我先回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这里怪不合我胃口，攻击力有点高，我防不住。看来我要做高级防具。高级防具。哎，不在这里做的。哎，这个园艺小铲有啥用啊？之前做过这东西。园艺小铲是不是可以挖草皮了？这个东西太多了，算了，我们不管那个了，我们先做任务为主。我是做任务。哎，等一下，我没药了，我发现我没药了，咋办？啊，还有，还好还好。长椅梳妆台还没做过，草药全做，只能做一个。哇，现在这个药不够用了。好多炸弹，忘记了。还要三块，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没药打这个大石头，打不动它，是啥情况？问题是完全打不动它。是不是要靠什么东西去打他，炸他什么？哎，这个谁？哎呀哎呀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充满光辉，太好了，又来了一个人。你眼神好冷啊。嗯，很棒的地方。我叫雀立可，这是男的还是女的？哦，一个妹子。哦，雀立可成为了伙伴，很不错的城镇了。但是我要打那个石头。打不过怎么办？那石头打不过怎么办？让他自己炸了又拿不到这个材料。哎，没了，应该在这里吧。哎，也没了，是不是晚上怪太强了？也不是啊，这个石头是从哪？哦，在这里，在这里。哦，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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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恩咚的一下特哦，我去，这怎么打啊？他这一爆炸，哇塞，这个，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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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子收满了，我可以做好多玻璃了，用它来挖矿挺不错的，我去，这个威力比苦力怕的高高多了，好吧。苦力怕这个爆炸对这个来说就是很弱的一个东西。哦，他这个时候我是可以打他的。他在这个，哦，这个裂掉了。他在这个叮叮叮的时候可以打他的，没关系。哦，红宝石。他在炸的时候可以砍，实在扛不住了就可以溜。嘿，哎，哟，这个是高级的吗？哟，这个有点溜，又来一只啊！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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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呀死呀死呀死！
我这史莱姆好烦啊！有本事你自爆啊！有本事你自爆啊，对吧？自爆我就打得过你了。只有在他自爆的时候能打得动他，平时打他血少啊！赶紧做炸弹！我怎么都在我家里干嘛来着？我去，这是抢劫吗？我可以做十颗炸弹，制作了魔法炸弹十个，好吧。完成了祥太的委托，莫寒，我想郑重的问你，你怎么看洛西？什么事都只会批评，或是说一些悲观的话，包括什么什么的。他可以离开城镇吗？莫寒去好好教训他一顿吧。他不给我东西吗？哦，你完成了魔法炸弹。我是不是刚刚跟谁说话来着？哎，你把头吐进去不会着火吗？嗯，好吧，好吧。他说要20颗，要一直旋风斩啊。旋风斩还不如平砍伤害高呢。提升上限95。其实这个东西应该可以在打怪的时候吃的，无所谓了。最近在快快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艾莫还要来打我们的怪物很强吗？也许我不该选择在这个时候问你，不过你可以做5份草药给我吗？哎，草药好烦啊！他去搞草药了。哎，这个妹子换衣服了吗？前面没那个衣服用了，用挺傻的衣服。我自己都没草药了，还给你5个。旋风斩范围很大，但蓄力很慢啊，蓄力非常慢。在石头脚怪下方尖刺会扣10滴血。兔子不掉草啊，只有兔子会掉草，好像。你看，只有这兔子会掉草，所以说这个草药膏很难做，我觉得。这药膏只有打兔子会出。药膏只有打兔子会出啊，有点坑。他在干嘛？有刚才说可以在那个怪物脚下放这个刺，对吧？就慢慢耗它。哟，2滴血。它倒了吧？那我们把刺给拿出来，要15个草。我天！蛮恶心的，15个草。哎呀，我把这个奇美拉之翼放进去干嘛？那就在怪脚下放这个刺了。我记得这里有一只很大的那个石头人，可以把它弄死吗？哦，在这里，在这里。掉血，好吧，他们踩刺上不掉血。哇，还踩地板，快撤，踩了，我完全打不动这个石头人。我哎呦，5滴血。这个家伙要怎么打？是不是要用这个魔法炸弹炸的？打不动这东西，
那我们先把龙干了吧，这边的龙应该是能打打的。上次在龙是在哪里看到的？去看那个龙能不能打。能打就反正石头这个怪的话，用炸弹啊，用炸弹试试看。哦，应该是嗑药水打我觉得。我晚上哦，拿错武器了，我后面没伤害。石头人呢？石头人，给我出来！我炸弹炸你！跑哪去了？那前面不是在这里吗？哦，在这里。哦，那怎么又刷新了？边上小子。哟，首次获得了浴缸，我去，石头人还可以掉浴缸呢。直接炸死了，我去！哇，好溜！哇，直接干倒了！哎，这就是巨象兵吗？好吧，这玩意这货就是巨象兵。哦，原来如此。好，搞了半天他就是巨象兵，哈哈。哦，那下一波敌人来就是这个东西了。这炸弹威力好大啊。要不用炸弹去炸石头人吧，一炸就死了。我家有浴缸了，你看。我家多了俩浴缸。那浴缸放哪呢？浴缸在床下面吧。有。浴缸放这里，咦？这家伙会进来啊？请制作五个草药。你们可以在这里洗澡的。来，放一个浴缸。可能会把我家炸啊！不管他，炸就炸吧。唉，这个仓库越来越小了，东西越来越多了。哦，那个刺没拿回来，不管他。我还是要打这个东西去做药膏，有点累了。睡我的床也是醉。我要出去找床，我连个床都……哦呀，这个人，这些人啊，那个床，不是抢床睡的吗？我给我自己搞个床，我家还被别人占了，然后这些全睡满了，这个没法好好玩耍。哎，不能用这个，这家伙永远不睡觉。哦，这里有一个床，哦。哎，这集我们把草药搞出来吧，草药太难搞了。或者用炸弹把那个再炸点那个石头，然后来做那个东西。炸弹炸那个石头怪，100%出的，好像三颗我就可以做10个炸弹了，对吧？三颗做10个炸弹蛮划算的。哎，哎呦我去！嗨，石头怪你好。我这个还炸不死啊！我炸不死，他总是拿那么多东西。哎，史莱姆，你烦不烦？这东西还炸不死一下子，炸才炸100多血。哇，这个伤害！撞一下12，哎，这游戏其实攻击距离应该可以再远一些。
它攻击距离只有三格，没五格的，根本没有五格的。哎，这个能炸掉吗？变成这个，我都不用挖矿。哦，这不用挖了，好爽。这是挖矿神器啊！那边有两只，你在睡觉。只出了一块啊，5块。哇，这个炸起来好爽的，还剩2个，我要再找一只炸一炸。那头插里面去，嘿，这可以这样玩，让它撞到墙上。还有吗？石头怪。石头怪啊，不对，龙龙岩有没有？这个啊，就是这个草啊，好吧，这边有拿这个草的，不用去那边打了。高出来这种草丛就是这个叶子。这里有史莱姆村，有跟人说，好吧，我们先往前探索探索。没有石头怪啊，这个草就是那个草。我刚说没有石头怪就来了，好了，我们可以做20个了。那20个打巨象兵是差不多了，对吧？有时间再去多弄一点吧。这个草是要的。这个也是回血的啊，这里直接撸就可以了。多撸一点这个白色草药也要，虽然回的少，但至少好做，数量多。再往前走走，探索探索。要15个对吧？这个草，这个草15个满足。哎，这里是死路吗？哇，前面还有一只。睡觉的我们就是香菇汤、面包，不回血啊。咚的一下。这么多这个大理石有啥用啊？哎，这里沿着海了。哦，我那边还在睡觉呢，不管他，睡觉我们就绕过去吧。还蛮多的这个东西。那大白天这个石头怪还睡觉？那边有只没睡着的。大白天睡啥觉？但是我没炸弹炸他了，还是跑吧。那就是说我现在10颗炸弹，如果不炸那个其他的怪的话，打他们足够，1颗炸弹打一个，3颗炸弹可以搞10颗炸弹，或者2个拖到一起打也行。14个还差一个。自己这个药可以做出来了。你想干嘛？你想干嘛？哦，这个是不是要往上走啊？这里没路了。我到上面去看看。碎丸子。好，哎，跳不上去了，好吧，
还是慢慢来吧。到上面去看看有什么不同的地形啊什么的。上面有奇美拉，哇，好黑啊，看不见了。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太黑了，太黑了。哦，我看到了，就那边啊，有一圈亮的东西，史莱姆村庄啊，还是史莱姆农场啊。我有七个，九个炸弹换了七个这东西，而且有一个亏了，两个炸弹放一起炸出去伤害是一样的，我以为不一样的。炸弹，优质毛皮。嗯，我可以做这个药，先把药做了。这节任务把药给完成。其实好像这个药还是挺好获得的。好了，交谈，谢谢你收到了五份药草，请把你做好的药草交给我。我有做两份，加起来一共七份，这个就全部给你。哎，不错。你一直为大家造房间做武器，把自己事情都堆在后面，对吧？所以我才希望你能最后决战前为自己做一些道具。哎，莫寒啊，没有做出来，是很坏的怪物。哦，好吧。哎，卡住了。好，获得七个草药。要带过尖刺符哦。我学会了。也有观众说这个东西要造的远一些。这个玩意要怎么造？没图纸的吗？我们可以做那个护甲了。就是这玩意吗？巨象冰岩。要打巨象冰岩，然后掉那个石头，然后去搞这个吗？好吧。尖刺需要铜块。带四十个尖刺。巨象兵石块还打那个巨象兵才会掉。那我们这里有那个新的那个护甲了。材料全够。新防具。新防具入手，这次我们把这个任务完成了，然后还做了一个新防具，这才17啊，完全这个就是26，多了9的防御。把这个存了，不破坏植被啊，他直接可以把植物给挖回来。那家伙会穿墙进来，好像。当然用炸弹也行啊，史莱姆哦，好吧，这可以设定谁的房间？书屋，确立可。可以在牌子上设定是谁的房间，这也可以啊。这里面这个服装是那个牌子不见了。独立房间。不管他了，先找个地方睡觉了。他怎么跑过去睡觉了？好吧，设定成他。哎呦，这个现在没睡觉的地方了，在我自己房间里放一个吧。坑爹，床位太少了，床位实在太少了。好的，那么我们这集也差不多了啊。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啊，包括直播的话，可以在网页上，包括你的那个 APP 端上面点这个订阅按钮，到时候直播或者这个视频发布都会有通知啊，这样的话也是方便观看我的视频或者观看我的直播了。这集就先到这里吧，下集的话我们要去做新的任务啊，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强化新的防具，还要去打那个巨象兵，造这个什么罗麦什么的来着的，造这个什么。没忘记名字了，叫罗尔基德的防壁啊，就罗尔基德防壁不知道有啥用，应该是外面这个东西吧。
就比那个外面更强的那个防护盾一样的东西啊，可以防住这个巨象兵的几次攻击，或者可以防住他的攻击。哎，这妹子怎么过来练东西了呢？啊，不管他了，先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